我是 TIPS 世界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我见到一个你可以免费挖 TIPS 硬币的世界。每日都有超过500个新会员加入。而个平台亦都迅速扩张。这个是快速增长的奇迹。我每日都将神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令你变得富裕。我们在你的出生国家招聘紧 TIPS 平台和 TIPS 硬币 CEO。你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CEO 会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申请人，请电邮我你的履历。为什么你会变得有钱的第一个原因？为了庆祝 TIPS 交易所的推出，预期回报是 1.000%。目标是 DR 硬币，韩国人免费挖矿已经十年。K-Diacoin 目前是和 TIPS 世界交易所自己的 TIPS 硬币连结，而这个硬币是全球免费挖矿。不过，韩国人挖 TIPS 硬币每个月要$2,000。为什么你会变得有钱？以最低价钱提供钻石硬币，庆祝 TIPS 世界交易所推出，是一个品牌策略。这个是 TIPS 世界交易所的一个市场推广策略。最少要有 1.000%,TIPS 交易所会好像汇丰咁大大扩张。TIPS 世界交易所交易费营运利润是 TIPSCOIN 的未来价值。第二个原因，你识唔识世界货币？一个硬币的价值是$7,200。在2025年它会飙升3%，去到$150。在2026年之后它会飙升到$436。同现价相比它会飙升87,000%。这只硬币名入面的字母数字的和是10。KDIA 硬币基金会入面有好多世界硬币。所以我们的硬币亦都会飙升。买$1,000 KDIA 硬币，你们两个都会变得有钱。这个是神向你发出的信息，由你所信的神发出。我听到神的声音从天上，并将它传播到全世界。如果你订阅和听我讲，你可以变得有钱，不用担心钱。第三个原因，买多些钻石，你的财富会增加100倍。我现在是一个金融专家， TIPS 平台的 CEO， TIPS 硬币基金会的 CEO， 而我是 KDIA 硬币上市公司的 CEO。KDIA 硬币交易所是 DigiPhoenix。自上市以来，它由$0.01升了1.200%至$80，而家低位是$0.0001。8,000万个硬币好快就会消失。睇下最低价的高成交量，收唔到图表上面的高音量。如果它超出了技术分析的高价呢？由$100到$80,000，你是个奇迹英雄。梦想奇迹。TIPS 平台 KDR 硬币已经买了和从基金会收回了 99% 的流通量。未恢复的交易量只是总交易量的1%。基金会买晒99%的流通量，仲俾紧你有机会变得有钱。$0.0001是最低价，唔可以再跌。喺 DigiPhoenix 交易所以最低价钱买 KDR 币。第四个原因，首先谂下 KDR 币，佢只系占流通量嘅1%。是最低价和梦想将来变富。我会话你知点样拎住好多硬币。如果你以好低的价钱买了一定数量的 KDR 币，
然后将佢哋换成 TIPS 币，你就可以持有好多 TIPS 币。TIPS 平台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性的 SNS 社交网络而创立，帮助东南亚所有饿死、每日连一蚊都食不到的穷人。当互联网创立那时，平台营运商剥削了你的劳动力，而且没有给钱你，将利润翻给平台贡献者的 WEB3 平台的世界已经来到。TIPSWEB3.com 追求企业道德，同世界各地所有帮助公司成长的参与者一起成长，并且自然地将公司成长所产生的所有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不同的参与者。第五个原因，你知不知个平台未来的价值？埃隆·马斯克收购的2亿个 Twitter 订阅者的未来价值是每星期2500美元。每个星期都会在 Tips 平台上面挖 Tips 硬币。如果 Tips 好像 Twitter 那样规模，每日免费挖出一个 TIPS 硬币的价值就会是2500港元。同埋，如果 Tips 好像 Twitter 那样规模，广告收入就会每日产生，而这个就是你的收入。如果你没有比特币，即刻去 tipsweb3.com 发行你自己的货币。创作这个的人是一个叫车冠成的韩国人。爱可以改变世界，他创造了唯一可以逃避贫穷束缚的方法。今日最新的比特币新闻是什么？我的比特币市场情况会完全啱。自从我在2023年以14500美元买入之后，我就一直持有比特币。比特币是看涨的。这个是我今日的第67次比特币分析。我预测它会由61000美元飙升到67000美元。从来都没错。在7月20号几日后就会达到70000美元。而我的预测会急升到69777港元，然后正好跌。今日即是8月3号它会是63400港元，而今日和听日就会跌到正确48300港元。我的预测是啱的，熊市仲未完。TipsWeb3.com 会令你一夜暴富，变得有钱。